哎，贝贝，贝贝，我家热水器坏了，能进你这儿洗个澡吗？行吧。啊，这那这透明的，你可不许偷看我啊！虽然我身材很好，但是你可不许偷看啊！谁偷看你啊？那上次掩耳盗铃的是谁啊？啊，不灵不灵，我来念经，赶紧洗出来！你把里边那个门关上，那个水蒸气一起了就看不着了。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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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啊，谢谢啊，不许偷看啊！我。哎 ，later。哎，在吃东西呢，整他一下。哎，贝贝、啊，我要出来了，你把眼睛闭一下啊！你出来，我闭眼睛干啥？我衣服放外边了，我要出来拿衣服。哦，我说你有病呢！我来了，你赶紧的。哎，在哪儿呢？我刚明明放这儿了呀。不是，你离我远点，你赶紧怎么找？不是，哎哎，吃什么呢？给我吃点儿。哎，你走开呀！哎呀，到底在哪儿呢？你说，哎呦。哎，我衣服呢？衣服呢？哎，我衣服呢？玩呢？没有啊。玩呢？有病啊！